第41章，耶稣祝福小孩。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一路上有些人希望耶稣能祝福他们的孩子，门徒告诉他们不要去麻烦耶稣。但是耶稣基督爱小孩子，他告诉门徒让小孩子到他身边。耶稣也告诉门徒，他们应该像小孩子一样，才能和神住在天国。